主料鸡翅中10个，辅料欧芹20克，柠檬1/3个，生抽老抽一小勺，红酒盐3克，蜂蜜一勺，油一勺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把翅中洗净两面化刀，加入红酒、酱油、柠檬汁，油腌制2小时。把鸡翅放入微波炉里高火2分钟取出，把半熟的鸡翅中均匀摆在烤盘上，放到微波炉或烤箱的烤架上。这里说有烤烤功能的微波炉的烤制方法，用烧烤单烤3分钟，取出把鸡翅翻面同样烤3分钟，取出在翅中的上面抹上一层蜂蜜，放入微波炉里用余热热1分钟，出来撒上欧芹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把鸡翅刮几刀比较容易熟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